的神秘大奖等你拿哦，还等什么呢？赶快来报名参加吧！长颈鹿八点之快乐舞台，今天快乐舞台呢？非常的热闹，而且呢会有让您意想不到的演出，敬请锁定。是今天我们的快乐舞台会打破很多的记录呢，没错呢。比如说，第一次出现我们评委阵容有这么庞大、这么帅的一群人。没错，是的，我们今天的评委就是我们的郑尚丽，哇，马俊阳，我们的像刘洲强，我们的李茂，我们的金世，还有我们的赵云。不晓得对选手来说压力会不会过于大呢？我觉得呢，他们还是会分成三组来给出分数。三组啊，三组来给出分数。那么成绩好的呢，就可以拿到更多由中公新天地购物公园为我们提供的奖金啦。哦，而且这回我们主持人的人数，真的可以说单组表演的人数，我们的算是总数终于胜过他们了。哦，是是是，一定要这个人多力量大嘛，就是，没错了。好，那今天第一位呢，是先跟各位观众汇报一下，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的表演。怎么讲？因为听说这是一位不受控制的选手，连他能不能自己走上台来我们还不得而知啊。为什么要请他来？对呀，因为他超级可爱，超级有才华，只是不知道人家今天有没有心情表演呢。那要不要试着请他出来试试看呢？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的这位朋友，叫做张恒佳，今年2岁半，欢迎他。宝贝，你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张恒佳。张恒佳，你几岁？2岁半啊。我们张恒佳会很多很多的才艺哦。首先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给音乐就跳舞。好，那我们那个让音响哥哥给我们放点音乐，跳个舞好不好？哎呀，口袋里面还有餐巾纸啊。这是干嘛用的？好，准备啊，音乐开始，响起，跳舞。好，各位，我刚才遇到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不如我们直接来第二项。已经跳完了。好，第二项就是听说呢，我们这个小宝贝呢看了很多电视剧里面的那个表演啊，就那个枪啪打一下他就会倒地。真的？对，只要你对他啪一枪他就会倒地。试一下，我们试一下啊。来，刚刚，哎，你看他，来，宝贝你看他，帅哥，啪。对啊，了就拍回了一枪，哎，他回了一枪，哇，演对手戏啊！下一个要打谁？哇，接下来呢？再下一个呢？不要打他！哎呀，你看他真的不打我，好办的。来，小宝贝，听说你好会唱歌的哈。看见那个唱首什么歌？今天要唱个什么歌？我们会唱两个小娃娃吗？两个小娃娃呀，会唱吗？会不会？预备起。两个小娃娃呀，正在打电话呀，喂，你在哪里呀？喂。宝贝啊，那个我听说一件好感动的事情，听说你才2岁半就会唱国歌了，是不是？国歌怎么唱？哎，等一下，来了，我们来了，自己会唱。预备起。噔噔噔噔噔噔。他唱的是吧？前奏。起来，不愿做奴的这边，把我们的血液注射我们心里唱。大声唱！起来！我一些我的敌人的炮火，前进！我的敌人的炮火，前进！2岁半就会唱歌，全部都记下来了嘞，厉害！刚刚哥哥。
择。哦，你还没有表示吗？报告领导，我这里也有一个大脸的棒棒糖。哇，这个棒棒糖最大特点是它长得很像刘刚。想不想要？想不想要？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要。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谢谢。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首好活泼的歌曲，好不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预备起。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爸爸头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爸爸头花开。噔噔噔！哇，何老师有棒棒糖，爱你！好棒啊！小美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我们小宝贝说？就于刚刚那位选手的表演，选手这位选手的表演，我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无论怎样都要给五百。太可爱了，无论怎样都要给最高分。好，那礼貌。其实我有个不同的观点啊。小宝宝今年2岁，对吗？对啊。然后我希望他在以后的人生里，每一岁都是100分，所以我给他200。你说什么？什么？他故意什么？哦，他故意这个字哦。啊，这个没是数字，对不对？加分题是不是？加分题，加分题，这个几？这个几？7、3、1。他倒着看都可以是吧？这是一，这是几？哇，2岁半呢！而且这些数字都是倒着的，都能认识啊！1+1=几？1+1=几？1+1，你有一个棒棒糖，又有一个棒棒糖，那你有几个棒棒糖？你数一下，这是几个？一，这再一个，加起来的几个？你有几个？这是几个？2个。哇！礼貌，你慎重一点啊！慎重一点呢。何老师，其实刚才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脑子就一直在组织语言，在怎么夸他，你知道吗？对啊。我刚才都说了，小宝宝2岁嘛，对啊，每一岁都要100分，所以我准备拿给他200。哦。然后，但是这个加分题真的难为到我了。太厉害了，是不是？真的，宝宝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数字你念得太厉害了，所以，就是很会享受啊。你的500元。那个稍微快点，小朋友已经就此坐下了，好不好？好，下面我们小五跟那个几个几个哦，你问他几个，他完全不在乎你们给多少分，我告诉你，无所谓，随便打，已经1000分了，已经可以买好多棒棒糖了。我们看看张远哥哥还有小五哥哥要打多少分，哥哥两个还要给你一个惊喜，因为我们觉得在这边一直在看，因为我是要看他唱歌，因为他是唱歌嘛，对啊，对啊，我们要从专业角度来分析这样。所以说，但是呢，小五就说啊，真的，他出来那个勇气，他说勇敢，这是一点。再一个，我就发现他的音色真的2岁就可以这么的漂亮，非常的可爱，然后节奏也把握特别好，所以我特别喜欢，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哇！小朋友在你们给500分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研究那些点点为什么会转呢？那是一个会转的灯，所以它就会转，好不好？好，所以呢，在这里要恭喜我们的小宝宝拿到了我们这个快乐舞台的满分哦！是，也要感谢中东新天地购物公园特别提供的1500元的奖金，谢谢。那如果等一下吃糖的话，睡觉之前要刷牙，记不记得啊？好不好？哎呦，他不转。好，那我们站起来了。好，不在这玩了啊，因为有别的哥哥要上来了哈，好不好？好，来这边。妈妈在这，妈妈来。好棒啊！来，我们给掌声给小朋友，好不好？好可爱。他一直在拿他的棒棒糖让我来算数，这是几个。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来到我们快乐舞台的人都可以像他这样享受这个舞台自由自在，那就最好了，是不是？好，也谢谢你们给他们这么高的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接下来第二组，第二组那个在我手里，对不起。好，第二组呢，接下来我们要请